等最后一点，我们要沟通一下合作方案，进行讨论。我们还有些细节需要尽快确定，再分享一下你们的活动方案吧。什么方案？活动方案是这样的，从执行的角度上，我们建议的场景还是放在室内。信威之声不可错过，聆听不费力，沟通不迟疑。